掌声鼓励吧。谢谢，我们今天的开始就到这里。
有一条鱼，它在水面跳起来会潜水，跳起来浮出水面又潜水，又浮出水面又潜水。然后有一个路人说：“哎，鱼，你干嘛一直折磨你自己？”后来鱼就说：“不要吃，我想淹死我自己。”啊！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收开瓶费了。很想问你，你每天这样飞不会累吗？不会。我一直很想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在高中？那你是什么界？哎，不会再伸手。有一天，我就是很想问蛇一个问题：蛇啊，什么事？我在模仿他吐舌信了。我真想问你的头怎么样？为什么你的头不是圆形，不是正方形？为什么一定要三角形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刚刚吃了多利多汁卡住。啊哎，狮子，狮子又来了，狮子不走，不是你要杀狮子。那好啊，不是你要杀，你再下一下给你啊。哎，你怎么变这样叫呢？哦，我刚刚得了红血病。所以有一天兔子很不开心的就跟乌龟讲说：“哎，乌龟啊，上次我说你，我们今天再赔一次。”乌龟就说：“那你要赔什么嘛？”那个兔子就说：“我们从这边开始，看你先回家。”然后兔子说：“哦，好啊。”然后枪声响起的时候，结果兔子又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因为
那个加上下去的时候，乌龟马上收回他的壳，他就已经先到家了。哎，有点被鼓压了，那请在水面游游游游游游，好，看到一条龙浮在水面上的时候，啊，我去找完来玩啊，来玩玩，然后就有放下，哎，龙，龙，我们去玩啊，走，去玩，去我家好不好？龙，你去玩，龙，你溜马龙，你溜马龙，我是宝弟。后来他又再遇到了一个水里面的龙，哎，龙啊，上次真的是你都不理我呢，啊？我说你上次不理我，什么？我说你上次不理我，你到底是什么龙啊？我耳聋啊？谢谢谢谢谢谢，阿狗，给大家。